中路，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安安，大家好。今仔日是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啊，已经进入了第十一天咯。那么，咱头前已经啊，有甲这三十一位一大阿罗汉呢，全部介绍完毕。那么下面这几句啊。就是结语的话啦，注意来看经文哈，伊咧讲咯，该如是等上首者呀，意思就是讲，以上所讲这三十一尊的所有的这比丘呢，该是上首弟子啊，伊咧讲啊，所谓上首者是总结。三十一位的尊者是当时僧团中的上首弟子，是大众的模范，可见这次恭敬的发挥啊，是如何的稀有难得，隆重庄严。哎，注意清楚吼，这句的经文就是讲的啦。那么注意听好，佛祖呢对大阿罗汉呢？伊心内应当生起三种的心情呐，生起三种的心情，安尼对着咱的学佛修道来讲诶，拢是正常人。那么到底做佛的弟子，对着所有这大阿罗汉呢，为安怎生起三种的心情呢？来，咱一条列出来听呢，一条条列出来。第一，啊生起了正用心；第二，好发心，第三惭愧心呐、啊，会生出这三观心。当时呢，嘛无理由推卸责任，无生这三观心。因这三观的心啊，完全是对这大阿罗汉产生一款的敬仰啊，甲效法。因这阿罗汉唔是一般修行阿罗汉呐，所以在咱一般心目中，拢认为讲阿罗汉就是修行的。是独自其身呢，我都兼善天下。在乍看之下是安尼无唔对，但是咱忽然知影，这三十一位的大阿罗汉呢，唔是一般佛门所讲的遐修行阿罗汉，独善其身呢。这阿罗汉拢都是多加助旁，发心大事来帮忙释迦牟尼佛兴化一通，大佛宣化，遐发心大事呢。吼吼，所以注意啊，唔通小看这三十一位的阿罗汉呢，这点特别爱注意所在。那么第一，对大阿罗汉的敬仰，为安怎爱产生敬仰心呢？咱古来大德有讲了四句话，你听看卖咧。所谓啊，高山仰止啊，敬行行止，虽不能止啊。心向往之，安尼注意清楚吼。伊这意思讲，哇，这个山非常壮观，看得个地啊，伊内心生起种，哦，这气壮山河就对了。虽然你行未卡高呢，但是心总是呢有迄意思要行到遐。那世间人讲一句话真有道理啦，就是讲，哎，心有余力不足。
阿罗汉是殊胜庄严，同时呢，内心所行的是菩萨行。伊虽然外表展现出来是一个声闻的 BQ， 可是伊拢是自多度人，自利利他。虽然咱一时间对袂着，我都甲伊境界共款，但是毋是意味讲咱永远停顿在即个阶段，伫即个原地站脚步。即款原地站脚步的心情是毋对的，心向往直，虽不能够呢，但是咱的心爱有咧心向去，有咧愿，有咧信心，总是到时阵啊，安尼注意清楚吼。佮第二效法的心，咱一心一意呢，咱会跟随这个大阿罗汉，伊慈悲智慧，甚至伊道家诸旁。迄款人民众生，吼、哦，人民重生迄款心情，咱拢爱摕出来，爱效法伊。所以古来大德有咧讲啊，彼亦丈夫啊，我亦女，宁不自勉，力修持。吼、哦，这句话讲啊足水贵诶。伊讲，即个大阿罗汉是大阿罗汉啊，伊能成就大阿罗汉呢。我忽然未当成就大阿罗汉，这大阿罗汉过去嘛是凡夫众生修行来得成开悟证果，而出三界啊。伊做会到，我太做未到啊。哎，哪里呢？我自己会当结大义大义，结善善善善，迄浓流连浓流连呢？不但未当浓流连，未当结大义大义，同时万向这个阿罗汉都成就无上菩提啊！袂当永远伫即个原地站脚步啊！因永远目标不能到啊！所以毋知讲，讲我哪里会当诶无自己勉励自己？我哪里讲会当讲无好用讲修持来正行出三界发菩提心来度众生呢？实在有需要啊！叫做第二爱发效法的心，效法阿罗汉。伊即款种种的状况，第二款的心情，佮第三呢，生了忏悔心呐。注意听好，生这忏悔心是得百分之百有必要就对啦。那么听好，古来开悟圣贤有呢讲啊，伊讲我以圣贤本无二啊，颠倒梦想复生缘。圣人出世悟定论，今得人心分别多，忏悔初心度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啊！吼、哦，这几句话互听你家己，伊心情怎会呢？酸个念，酸个念，听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呢，心情诶真郁卒，心情诶生大忏悔心。忏悔心一种，人用开悟证果，伫遐逍遥自在解脱生死啊。咱还佫伫即边花，才默默受啦。过去老蒋会讲叫做水深火热啦。哇，可怜啊，可怜！若要讲可怜，世间上可怜的，毋是讲伊善者，互关五当十当，伫遐可怜。我讲迄无可怜，关五当十当，佫有出奇的时阵啊，会当离开这感觉。出外口吸收自由新鲜的空气啊！那么真正可怜的，伊根本所在就是凡夫众生无得开悟证果，因此始终伫这六道中三界内，这周旋不出啊！因此呢，伫苦海当中呢，这默默受，永远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永远如此。这定论当中，这款是根本的可怜，这大家人民的可怜。是思想的可怜，是本我的可怜，安尼就清楚吼。吼、哦，这点足可怜的。这大阿罗汉因开悟真久啊呢，咱还搁伫这个自恋呢，无修行就惨去了啊，无修行就足吃力啦，还搁伫这边花咧拼性命自恋。我有阵时讲一句话啦，凡夫众生啊，安尼为钱、为名、为利、为自恋呢。这高心道角，软骨角尖，一直软，头壳硬软，硬软，脑筋硬软，硬软，软到骨头壳，一像咧尖咧尖溜溜的，还佫伫遐软。
两家像咧泰国个宝塔安占占了了，又要两。你话众生造业呢？有空一条两，有空两家无空，无空家己找空呢？吼、哦！你看众生造业有恐怖无？人咧开悟见果逍遥自在，咧度化众生，欲三明欲通其中个人啊！咱还佫直接无好修行，煞来佫伫自业，可怜呐、啊，真可怜！有人讲日本话，虽然讲可怜呢，我看你迄款个声音，我就听咧，脚底哩喵起来，伊就喊起来呢，有影都对啊！即个众生自业，沉沦生死，不能自觉啊！可怜呐、啊，可怜，真正有够可怜就对啦。自恁无感觉恁可怜咯、哦，有阵时分个袂拄好个，伫家庭运动反攻大陆个，你佫袂醒。啊！一个互拍红针，整个大个换细个，即用面罩皮甲你翕，翕袂死，暗时头目，你佫袂醒。哎，伫遐夫妻之间伫遐冷战热战，战甲三方第一，唔讲话，隔日甲第一礼拜逐强强个呢，有本事呢，你佫袂觉醒？啊！纵然恁家有钱，有钱的当中思想观念袂合，卡要无啥无两个嫉妒怨妒。你袂痛苦，逐工伫遐食醋、醋汤、啉几啊加仑，你阁袂醒？你囝不好，你阁袂醒？纵然有好，等候你的后生做我所讲嫁出了后，你伫遐孤单已经观察两一半，你阁袂醒？我想讲你有本事呢，我讲你老人家真正厉害呢。人有当时啊、哦，看种种无常变化尔，人是醒啊，就怎样修行啊？像野马迄一般呢，勇猛向前奔驰啊！你还佫伫遮呢，看人伫遐个起起当个做，可怜呐、啊，可怜呐、啊，真正有够可怜呢，实在有够可怜的做。所以呢，佛的弟子对大阿罗汉呢，产生三款的心情就是呢：第一，要有敬仰心；第二，要有效法的心。第三要有忏悔心呐，那忏悔你听无？我讲较白话，忏悔是较斯文的汉文音嘛。啊，那念做较白话叫啥呢？要有见晓心，忏悔就是见晓意思。哎呀，咱有见晓心，人是我开悟见过去啊，咱也搁伫只默默受，也搁伫遐食饱无代志呢，用伊身躯性命投入这个诽谤。倒是这铁器当伊做，看人伫遐争，因当服侍正王诶。啊，你是信啥物教啊？人阮是信啊，信代表教了。好、哦，那时候伊真牛呢呐，拢天下敢上牛就是伊啊啦。结果食亏啥物人？拢是花着讲信迄个信代表诶人，到尾死诶时伫遐悲情抗笑，哀声叫绝，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拢是这个信信代表诶。到尾呢，死得真歹看。啊，咱有修行的人呢，生死自在啊。来生唔免阁受这生阁死人间的痛苦，伫历史中，历史伫重翻一番啊。唔免他是重蹈覆辙啊。真正众生可怜，就是世间有一款人，这样感觉有智慧人诶，怜悯甲同情啊，所以有忏悔心啊。伊个讲。我以圣贤本无二啊！凡夫圣人，严格讲啊，以道理上讲无什么差别。圣人有清净佛性，咱嘛有一个清净佛性啊。圣人伊过去嘛，凡夫跟咱同款啊。伊我都受过开悟证果成分的，咱嘛是咱受过开悟证果啊。只是伊应受过自觉啊，咱还未自觉的。咱个不知不觉啊，所以讲我以圣贤本无二啊。徛伫有一个佛性的立场讲，人人平等，无影讲诸佛修行会成佛，咱修行就未成佛啊。要成佛无特权，也无赦免，也毋上投票的，也毋上选举的。只要你按照佛祖方法，你修行到最后一天，你咪开悟证果一天啊。安尼叫做啥？我以圣贤本无二啊。唔是两样物件，是同款一个鼻孔来出开的，安尼注意清楚吼。
哎，真如梦想佛成愿啊！因为咱已经啊，了伫即个五欲六尘的累生累劫啊，梦想纷飞，拢是自业因缘啊。咱佛祖呢是八尘合格啊，啊，咱是八觉合尘，都尘都变。诸佛是向觉悟去行，凡夫众生是向即个五欲六尘去奔驰啊。伫个造业，伫个受生死轮回，诸佛菩萨呢，远离五欲尘，净化身心，来个开悟正果，一破来去变化去。两个同时去行，可是方向无同款，当然目标就差远啊。哎，你注意清楚吼，啊，足要紧的呢。所以修行是美工，听人讲经说法也是一美工呢。这个美工若想未过、拖未过呢，永远呢，较加嘛了做凡夫众生啊。注意个听好，讲圣人出世悟沉沦啊，今得人心啊，分别多啊。吼，这几句的话我正流流未停，佮讲未先，佮相当有意境啊。那么你也想看卖啊？圣人已经出世啊，已经出世开悟正果，已经唔免受这生死束缚、烦恼束缚和轮回束缚啊！哎，我今仔日，哎呦，这沉沦生死啊！当佛祖来人间，菩萨来人间，我始终拄未着。人家讲经说法，如果悟未着，拄未着，就是拄未着。我唔知沉沦多一多啊！凡是人伫遐讲经说法，我还只伫只呢，伫豆腐啊、太鸡、太牛呢，温什么伫遐流暗棍呢？有人如本阿叔啊，即卖太低哦，唔免用低刀拄暗棍啊呢，用电宰的，哎，佫要受骨的，互伫个世界歹看呢。吼、哦，智慧造业啊！迄电宰一点钟太棍啊，百只用人工伫拄暗棍，拄个火烫落去呢，拄无着，伫个机器球啊！吼、哦，即卖用电动的足紧。人伫个听经闻法，咱伫个造业。哎呀，心生惭愧啊，悟沉沦啊！圣人出伫世间度众生，咱不但无去听，哇，搁伫造业，不但伫造业啊，搁伫诽谤啊！哎呀，开这倒头车呢，可怜啊！今伫人生分别多，哇，佛祖在世，我毋知对是倒伫轮回伫造业，即世地人因幸会当出世伫人间。滴落咱人的身躯呢，可是佛祖离开咱已经三千几年啊！你讲有悲哀无悲哀？你讲有可怜还是无可怜呢？忏悔初心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爱多忏悔我这业障的身躯呢，生生世世造业，三业不清净，致使我这中部体这个、身心的身躯呢？哎，业障有够重的，那要论业障嘛，为头至脚底内呢，规身躯无一个所在是清净的。有人讲，你安尼讲敢对？无唔对，这身躯是造业，哪怕是善业、恶业，是总集合，也是总部体。总部体呢，都有伊有漏不净的一面呐、啊。有人唔相信呢，来我形容你听。当你哭时，流目屎；有人个笑甲真肉痛，世间人讲一句较粗俗话，笑甲非常爽的时啊，伊目屎也顶落呢。我看真济，卖讲老大人，白身流目油啦，足济少年仔哦，笑甲安尼哈哈笑，目油嘛，讲讲讲流呢，无分男女的哦，上流不正啊，流出只不清净啊，流目屎啊，眼流目屎，耳呢，耳会流耳屎。你看有人呢，耳啊，若无一个月、两个月无交吼，就要脱掉的啊。所以三不五时啊，耳孔塞了，交就交一个啊，耳塞上流不净。鼻啊，鼻啊呢，时常时刻，有当时啊，有人落个烧啊，有人有鼻塞啦，然后鼻塞啦，寒流、热流啦，感冒流啦，爱伤心的时啦，鼻塞共共流，存咧水道水的，你唔相信啊？嘴是极不清净的。
食饭食菜好听，叫做介山珍海味啊。其实放出来物件呢，敢是效果哩呐？暗时困的是搁戆戆叫啊，这个嘴。暗时困的时啊，搁流嘴烂，好恐怖这个嘴。这个嘴做无良业呢，你唔相信？这个嘴食偌济鸡肉、鸭肉，食偌济的山产、海产、陆海空物件食了了去，这个嘴极不清净，造业最多啊。三不五时搁人诽谤的，哎，佛法唔讲，道理唔讲，这个嘴出事要人诽谤啊，真多啊。嘴是极不清净的，咱讲口业、口德就是这道理啊。你来看，规身躯哦，为目睭、鼻仔、嘴，拢是不清净啊。哎，为顶悬一直讲讲，为下骹落后，哎，拄着热天时也是流汗，哎哟，流汗足恐怖注意。你会知影流心汗，下昼若无清净哦，下晡时啊红温呢，规身躯臭汗酸了了去，真恐怖。互你臭甲毋敢闻，有人严重，有诶过硬腔诶，有狐臭啊！即狐臭我一边行去女将诶身躯过吼，才几日才两公尺就闻着啊，互闻得甲侪强要吐啊！恁知影吼，狐臭知影吼，过硬腔会流出咧不清净臭臭物件，狐臭，迄足歹根治，足歹根治就对啦。啊，为身躯哦，为下骹来讲哦，肚脐流肚屎。肚脐嘛，肚脐屎啊，嘿、欸，哎，脚底有香港脚，哎、欸，啊，你这個大小便的粪口，还有山门，种种的拢都是不清净，上流不净啊，唔好阁讲话啊，讲话听你个地吼，你唔敢听，我唔敢讲啊，上都不清净。师父做甲你讲啊，今日人生分别多啊，忏悔初心多业障。你袂当无相信啦，由不得你呢唔相信，你唔相信就含真理唱反调，你唔相信呢就含这事实呢相违背啊，严重对不起了你自己啊！你讲敢唔是诶？不见如来金色心，你来看麦啊！忏悔初心度业障啊！不见如来金色心啊！实在有道理注意啊，所以咱修行当中，咱未当呢无好用功的修行，尤其呢这三十一位的大阿罗汉呢，拢都是多加诸旁的发心大事呢来实现呢。所以对这大阿罗汉呢，起了这三观的敬仰心啊，第一敬仰心，第二合法的心，第三忏悔心啊。因此呢，你也想看卖啊？这三十一位的大阿罗汉呢，照常赶到现场呢，听释迦牟尼佛呢，要来讲这佛说无量寿经啊。你看卖啊，身为开悟正果，应出三界圣者，伊同款抱着随喜心情，不但无先讲过五万，佮同时赶到伫个会场内底，作为听经闻法的英雄将。你想看卖啊哩？叫做呢，圣人不愧是圣人呐。如果圣人佮伊心内生出一个无随喜的心，唔爱参加法会，佮生一个呢，讲过傲慢心，一丝丝的心念，安尼当下袂当做圣人啊。你看圣人是何等的平等，何等的随喜，何等的值得咱敬仰啊！有伊的潜在一面的实力啊！注意听好，修道人有这三种的心呢，就可以啊进入圣人之位啦。或者呢，成为学习殊宝啊，以己呢何益啊？安尼注意清楚吼、哦。你若有这三款的心情，你就有机会踏入这圣人的位位，哦，圣人之位位。你就软下去啊，吼、哦，就爬起去啊。那么，或者你若无生这三款的心情呢，你就像是讲起啊，话要食饭，但是你始终都唔食，安尼哪里你今日食会饱呢？话食就爱个食，干那话尔你袂饱，啊，个话饼充饥啦。像你咧画饼，爱画画纸上个饼，
都也袂接你咧。甲讲理论尔，你也无爱做，诶，停顿伫理论诶，你也袂进步。诶，求助前证哦。咦，佛祖叫你念阿弥陀佛啦，念一心不乱啦、啊。你将来都也毋念佛，搁诽谤念佛，讲念佛是无水准诶。可是外丈念佛念啊开我见过诶，结果呢，上有水准无水准啊。遐毋念佛诶，拢总甲最后生死轮回。我讲这才是正正5%，唔通讲100%哦，5%的颠倒开倒头车，这才是正正无水准啊！花遐念佛无水准的，请这问罪。你一支麦克风，我一支麦克风啊，咱讲看卖啊。你若有才调了解西方净土、净土意义呢？你这个就会读起来，你真正读起来，无理由你也无迄个观念，也无迄个智慧呢？来了解净土法门。如果若是讲净土法门无水准的位置啊，我问你一句话：，安尼释迦牟尼佛就变千经万论，降至西方路一条啦。观世菩萨是叫世界啊，大势至菩萨是叫世界啊，慧远大师、阿弥陀佛乃是弥勒菩萨，伊时常嘛是叫世界出出入入啊。迄是学佛的人最高学佛的所在啊。咱要去西方叫世界进修学佛修行开悟见果，哪里求生西方净土是无水准的呢？这敢会用笑甲喙齿搭几排，到迄个铁牙，所以叫铁齿当牙做，实在有道理呢。所以呢，就是要研究教你有禅的人，结果自己啊禅参无成就，教你学了无成就，有的恭敬，家己阁唔念佛修行的，拢会一败涂地啊！结果沉沦生死啊！所以伫大集经有讲一句话啊：佛法时代亿人修行，罕有一人得道啊！唯一依念佛得道生死啊！吼吼，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讲若是念佛是阿婆阿公话者，那偌济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上至啊过去的国王，下至文武百官，咱的水准、咱的格调也未比遐悬啊啦。人结果开悟证据，往生就世界去啦。如今的咱呢，还搁伫遐生生世世累生累劫，伫遐发无水准，结果就只发无水准的，拢沉沦生死啊！安尼算吃亏，安就智慧人去选择甲判断啊。哎，最清楚哦！凭智慧，凭这辩才，凭了解三藏十二部教典，你的智慧会比印光大师较悬未啊？我悬未啦！你的智慧会比智者大师较悬未啊？不但未，你生大惭愧心。你的智慧会比慧远大师智慧较悬未？未，伊是三藏的大师呢。你的智慧敢会比龙树菩萨较悬？我看袂哦。我看你的智慧袂比阿弥陀的智慧较悬哦。我看你的智慧袂比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较悬哦。你这个厝要读起来，由不得你无读起来。我讲过了，你一支麦克风，我一支麦克风来讲看卖咧。卖讲你无机会来讲话啦，注意唔好开玩笑。咱若好好咧。念佛求生净土，绝对呢，佛未辜负咱。所以讲过了啊，你讲念佛无水准，请借问你念佛未？啊，毋捌念佛过，也卖毋知西方净土意义来龙去脉，毋知前因后果，就当下发无水准，安尼你才是无水准。既然毋知影对方立场，就要批评对方立场呢，安尼呢叫做诽谤，哎，注意清楚哦。外向诽谤净土思想，甲最后伊下场是如何啊？世间人讲一句话，死甲真歹看，伊沉沦生死是伊个啊，是毋是啊？在咧修行的当中呢，好好念佛，佛祖教你爱念甲一心不乱，你敢念甲一心不乱啊？念都还袂念的，一心不乱都还袂浮起来，你哪里有理由讲念佛无水准呢？你都还袂念甲清净的本性显然啊！人遐念佛，脚踏实地，
遐知识分子熬人去念文，念到一心不乱啊呢？你还佫伫遐个发无水准？还是啥物人去无水准？拢是遐无水准的高高妄想叫世界啊！啊，你遮有水准的人呢，高高沉沦生死啊！一刀就拼性命，诽谤阶段，安尼叫做有水准咯、哦。遐有水准拢给人诽谤的，遐有水准的呢，拢唔念佛；遐有水准的人呢，拢伫沉沦生死。讲教理嘛，通达嘛，无通达；讲参禅嘛，你参啥物禅？嘛个嫉妒心真强诶，烦恼心真强诶，啊！迄食醋时哦，拢最起码十加仑以上啊！哎呦，看人翁婿、人太太、人伫修行恭敬说，家己着伫拼性命嫉妒呢？迄醋桶呢，一杯过一杯硬啉落呢？讲伊老人较有本事啊，即叫做有水准啊！所以佛祖甲你讲过啊，千经万论。强指西方路一条啊，不用三指修福慧啊，但将六字出乾坤啊，这六字就念阿弥陀求生净土啊，又搁好行，又搁宽呢，又搁呢信心增长，愿力提起来，念阿弥陀高高往生，遐尼好行，遐尼快活的代志唔做，结果就伫拼性命做业。啥物人食亏也注意，哎，注意清楚哦。你来看麦，即所有三十一位大阿罗汉安尼，拢圣人安尼，人伊一句都唔敢讲。一作为凡夫众生的咱呢，也搁一新鲜的生命投入即个反抗，投入即个诽谤的行列，这是不是互智慧人怜悯个同情啊？安尼佫不够哦。注意听好，还佫有诸大菩萨呢，参悟这个法会呢，听释迦牟尼佛啊来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以上所讲是三十一位的大阿罗汉哦，迄是上首弟子尔，实际上有一万两千几位的大阿罗汉来参悟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呢。不但一万两千几位的大阿罗汉啊，佫有呢，哇！现劫的大菩萨哦，骨啊清尊的大菩萨哦，咱来念过你就听得个得真清楚啊，足出名有名的大菩萨，拢总会听释迦牟尼佛呢讲这无量寿经，讲净土法门，教咱如何往生净土，净土的正报依报如何，西方极乐世界如何诞生的，如何构成西方净土，这一连串的无量寿经。拢总讲这道理，所以净土法门卖讲便罢，讲你家地呢，来讲这佛说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群经内底呢，伊徛伫非常的重要一个纲要地位啦。所以呢，我用心良苦要讲这佛说无量寿经，因为啊，净土的群经内底是以无量寿经为纲领的。你注意清楚吼、哦，好，注意听听清楚呢，搁听嘞。下面要来介绍来依会听佛讲这无量寿经，所有这大菩萨搬到现场来啊，注意听好。有以大乘众菩萨机，普贤菩萨、妙德菩萨、祖师菩萨等。处现劫中，一切菩萨由现号顶十六正数，信殊于菩萨、信慧菩萨、空无菩萨、新东华菩萨、供应菩萨、慧相菩萨、智懂菩萨、集金菩萨、愿慧菩萨、向上菩萨。波音菩萨、中珠菩萨、戒行菩萨、解脱菩萨，注意有看真清楚啊！吼，这种相当顶别以上，那是顶格的大菩萨啊！这后边有介绍了啊，因拢是他方无量世界无尽哦，示现成佛，劝令所有十方世界众生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来成就佛道，
这发生大事啊！这念出来这几尊，是只不过代表性现劫的菩萨，甲出土菩萨代表啊，一个无量无边的菩萨啊，以为呢来听释迦佛讲这佛说无量寿经呢？注意听好，由以大众大乘众菩萨机，就是讲除了这一万两千几位的大阿罗汉以外，还有大乘佛法这大菩萨呢，啊，赶到现场呢，共住一堂，听释迦如来讲这无量寿经啊，哎，注意清楚吼。那么在阿未讲的以前，咱来把这小乘甲大乘稍介绍一下哈。注意听好，头前遐个大比丘、大阿罗汉。那么咱暂时来讲，伊事前的身份形象呢，是修行的高位，正成阿罗汉呐。那么大乘的高位呢，伊正成的高位，就以后成佛啦。那么修行是比丘为因呐，正成阿罗汉为高位。那么大乘呢，是以菩萨为因。正成佛的高位是高啊，这点特别要记好哈，最要紧的哦。那么何为大乘啊？在这个《法华经》呢，伊对你讲：信大法，解大义，发大心，屈大果，修大行，正大果，殊名大乘。哎，你注意有清楚啊吼！吼吼，那如本的讲是极清楚无比啊，那听无呢，我嘛爱去忏悔，爱讲到你听有就对了。那么，三个大乘啊，大乘是《法华经》，佛祖伊老人家就咧批论啊，伊讲你信仰的，你构成大乘的立场，以后要成就佛的果位呢，第一爱信大法。大法你信袂落去啊，因能证入如来果位啊。所以呢，小乘法你若信，当然以后啊，就进入小乘果位啊。你要构成大乘的立场，爱信大法，成佛之法，无上菩提法，你要信落去。第二解大义，相信阁无够，你通达了解大乘的义理。一来龙去脉，一深深的义理解脱法门呢，你也解入去。发大心，咱无发小心，小心就修小果啊，成就小果啊。发大心，拢大仁、大量、大量、大福啊。所以啊，发大心的当下，以后果报就大。譬如一个来讲，我要刻一尊一寸的菩萨呢，我发这心念，当然后卖果报就大。一寸关尔，我要发一个呢，一笑，要刻一笑的菩萨，吼、哦，后摆理想的列出来了后，来做呢，后摆这菩萨就一笑关啦。我要刻一灯呢，发这心出来，后摆我成就果报一灯的菩萨，吼、哦，世间人叫菩萨，咱佛门叫佛啦，莫念菩萨，菩萨足歹听。要刻一尊佛，吼、哦，好两灯关。爱讲个啥条？信大法，解大义，发大心，屈大果。我个目标就要向个即成佛的路里行，安都无唔对。发了了后，爱行大行啊，用普贤十大愿王啊，伊所行个路是非常广阔。哎，讲大象不走兔径呢、啊，大象呢？伊未行这土爱路啦，土爱路会真正尔，只要像一行过呢，就个树木打死了了伊。大象伊个胸大、冤大、人大平，伊所做代志呢，就讲大。土爱呢矮细只，伊行路就矮矮啊，路一行过呢，有看那无看呢？大象打咧脚底，树啊草木倒了了伊，所以如普贤大愿。大行是一般来修行的呢，正大果，
你当然兴大愿所产生以后一连串的果报呢，就成就大的果报啊，成佛啊。按照的构成呢，所谓大成的条件，你注意清楚吼、哦。好，要结束以前，我甲注意再念一遍哈，注意听哦，足要紧的。法华经云：信大法，解大义，发大心，屈大果，修大行，正大果，书名大圣，你就有明白啦吼，非常的庄严啊！诸位听好，阿罗汉跟菩萨有啥物区别？区别又搁在哪里？是啥物经营构成阿罗汉跟菩萨的区别呢？注意听，阿罗汉是自多自利啦，那么只是独善其身而已啊。伊要度化众生，拢是随缘的态度呢呐。伊也看这人不好哈耶，伊就随缘得啊。这人做个正，食饱就天天当伊做，出息袂正，随缘得。这人难雕难服，罢了，后摆有机会怎多爱上多就好，哪是狂多呢？随缘得好。这人好足清泉呢，咩咩格格，发到全人格呢？都在手诶，随缘就好。这款随缘的态度呢，就是所讲的小乘阿罗汉伊心情啦、啊，伊较着重于自多自利、随缘、独善其身安尼尔。这是阿罗汉伊心情甲心性呢、啊，伊动机啊。那么菩萨就无共款哦，菩萨是自多度人，自利利他。兼善天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彼此相温，这就是所谓菩萨行者，伊动机甲伊心境，注意清楚哦。不但伊自己要自度啊，伊嘛是要度他人呐、啊。不但利益自己，伊嘛是要利益他人呐、啊。不但独善其身呢。伊嘛是要兼善天下，众生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众生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众生的轮回就是我的轮回。伊徛伫呢，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立场呢，因此即款的发心甲动机呢，咱会当堪称是菩萨的精神，菩萨的行者。伊最后宗旨就是要成佛，菩萨的行者。所作所为，显出的伊大慈大悲，显出伊大智慧的流露，菩萨的行者，咱称呼叫做彼此相温呐。你注意清楚吼。以上所讲，就是甲这阿罗汉跟菩萨道呢，两个心境是极端的两极，两个心境是极端的两环。在这经营之下，咱就当了解。三米会叫做阿罗汉，三米会叫做菩萨行。你注意清楚哦，这点是相当要紧呐、啊。那么在这所在，咱用一部经来作为这段结束，注意听好。第七经啊，伊来第七经伊就讲话啊，声闻缘觉啊，但言自度。菩萨本意，自度度他，这讲了愈清楚，愈呢简化。伊安尼讲，声闻缘觉，在佛教界内底呢，称呼叫二圣人呐、啊。咱所知影，二圣人较着重于随缘度众生啊，较自度自利利益啊。所以呢，但能自度，只是能自度尔。哦，那么菩萨本意，那么菩萨都唔是安尼哦，用菩萨不但自度，佮度他，安尼名字为小乘兼大乘，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立场，的两环呐，注意清楚哦。好，那么若清楚呢，要结束以前，
我呢来运用这个，要作为一菩萨的行者，应当啊具足七种因缘，才能构成大乘菩萨的动机甲目的呢。第一，爱大根；第二，大智；第三，信大法；第四，明大理；第五，修大行；第六，经大劫；第七，正大果。安尼就清楚吼。那么这段就是讲，要做菩萨的条件，啊，以大根的根气啦。你系小根小气人诶，听着要生活遐尼久，生活遐尼困难，大家脚尾就冷去。多说来钱呢，脚底搁挂链啊，人家滑冰的链啊，走哪不远呢？挂链啊，搁无够，搁抹油，几连发紧，脚袂去缩条诶。吼、哦，真一挂车开到要用缩条呢，会冰车呢。惊一个，你还讲要生活遐尼久哦，真惊到死。众生遐尼歹道，要叫伊道，我看卖较顺呢。客人袂脚袂顺，佫卖较顺呐。哦，众生歹道，莫有众生道伊就好啊。众生遐个诽谤，我会惊。小根小气人诶，伊毋敢发这大根的根气，毋是大根就无法度。好、哦，第二要有大智慧，因为大智慧能完成佛道啊。小智慧哪能诶了解诸法的实相啊？无法度，所以伊也无法度成就佛的高位啊。所以菩萨要有大根大智啊，所以叫信大法啊。这无上的大法信未落去啊，佛道安能成就啊？你较信就信小乘，较听就听小乘法，你永远嘛会钱钱啊。那这句话讲是较歹听啦，鸟啊长，鸡啊多呢。心明是会进钱啊呢，啊，这错趟是遐尼深啊，永远跌袂甜啊，这永远嘛做修行的行者。第四呢，明大理，爱普通三宗十二部教典呢，安尼才有机会踏向这大乘的佛道以外。第五，修大行。那么大乘菩萨道啊，伊是个性自度自利，自利利他。这款的阶段才能堪称修大行啊！阿鸾简单，阿鸾只要伊身心净化出三界，那就无代啊！你知影吼？那大乘法唔是安尼啊！不但身心清净解脱出三界，所以去爱将伊解脱的道理呢，一直讲予众生知影，予无量的众生含伊同款能出三界。这款的行为呢，名为修大行。又称呼菩萨道，又称呼最后的成佛之法啊。佮第六，经大劫，所以呢，要经过无量阿僧之劫啊。小乘的阿罗汉果呢，尽食三地人，慢食六十小劫。冤家的行者呢，尽食四地人，慢食一百劫。所以修道当中，伊的基数较紧够啊。以小乘靠修啊，那么成就佛道爱无量阿僧之劫，吼、哦，后讲是三大阿僧之劫较久啊，伊就厌弃啊，因为学遐尼久啊麻烦艰苦，所以难怪伊始终爱做二乘行者，伊无多成佛啊，所以听讲经过大劫，伊就惊了啊。那么做菩萨条件爱经过大劫，伊修持度化，最后福慧圆满来成佛啊。佮第七正大果啦，那么所谓正大果呢，就是所谓啊以佛道啊为正宗，你知影吼、哦？所以咱每一个在座，咱千外外人呢，大家听经闻法呢，咱最后宗旨，这方向盘爱瞄准，目标瞄准啊，咱最后宗旨就要成佛，咱是为了成佛。而来听经闻法，有了成佛而来修行，有了要度众生，度众生最后就是要成佛。所以咱的最后目标是证成大果，也就是成就佛道为咱的宗旨。哎，你注意清楚吼、哦。所以修行当中呢，有人
即摆收台圣花咯，收到尾收无落来呢，伊大心发袂出来啦。当然根基地位无够啊，因此呢，节节而退啊。好，到最后呢，诽谤大圣佛愿，讲大圣佛愿毋是佛所说，啥物话就讲会出来。最后家己啊，诽谤一堆口业啊，因此呢，家己呢对着三恶道呢。所以经典讲啊，宁愿碎尸万段呢，也毋茫诽谤大圣佛愿。用打得如粉身碎骨啊！也不得诽谤如来正法。哎，听哦，你行你的小乘法道啊，唔忙咧批评大乘法。安尼，你伫自业的当中，最后受灾殃，对了也是你自己，唔是佛祖杀你的，是你因为做的因，当然爱受迄个果报啊。所以伊才对你讲啊，做大菩萨、行菩萨道要成佛，爱具备七种因缘。要结束以前，阿本来搁念一遍哈，注意听哦。第一，大金；第二，大智；第三，信大法；第四，明大理；第五，修大行；第六，经大劫；第七，正大果。哎，你注意清楚哦。你若听清楚了后，如本就会恭喜咯。恭喜呢，你知影讲修菩萨道是相当神圣庄严，非常伟大啊。所以佛祖唔在讲，唯有菩萨在咱称呼真正佛祖啊，法王子啊。所以阿罗汉不能称为法王子，因为自度正成阿罗汉而已。菩萨会当堪称佛祖的弟子，伊个骄真骄，所以叫做法王子。唯有菩萨的赞堪称，伊潜在道理也就在这情形全部展露出来呢。哎、欸，你对清楚吼、哦？那清楚呢？哇，时间够到咯！想要讲的当中，时间无允准，会见下。那明仔载佛说无量寿经，同时间再会。Thank you.